奶茶，我看你是不想上学，假装被车撞了吧？不是的，我只是想知道，如果我真的死了，你和妈妈会不会伤心？你现在就知道凑合作剧，没人在乎你的事。不在乎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今晚不许吃饭了，就在这跟我面壁思过了。来，科科，妈妈教你玩游戏，《新倩女幽魂》电脑版《国风之怪》，捏脸玩法全新上线，超高自由度，打造你的千人千面，超美弧系，永久时装，涂山媚雨，品质特效拉满，穿上它立刻变身雕系大女主与狐族贵公子。奶茶怎么不见了？走，科科，我们去找找奶茶。走，奶茶，奶茶，在那边，我们去看看。奶茶，你躺这儿干嘛？赶快告诉我家。奶茶。真的死了。妈妈，奶茶他已经十几岁了，他是知道自己快不行了。上次他假装被车撞了，也是想让你提前适应一下。